有些事越纯粹越好，有些事混搭反而出众。比如遇见喵克斯，把放置、养成、社交、创新合体，还不够，塔防战斗也要加进来。云炉猫和居室装扮再也不是两个平行空间，空间就此折叠，玩法多，惊喜更多，不只是混搭，更带来满满治愈力。当你开心时，猫岛见；当你不开心时，更要猫岛见。因为遇见喵克斯就好了。还记得上次你为什么 emo 吗？是和他再一次错过，还是已读不回的工作？是所有努力重新来过，还是异乡感到了冷漠？亦或是只差一步就能赶上的末班车？摆脱 emo 你会怎么做？评论区里告诉我。我也分享一个好办法，遇见喵克斯。遇见喵克斯，专为治愈坏情绪而生的一款游戏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装扮你的猫岛，也可以和猫咪一起战斗。emo 不再可怕，因为遇见喵克斯就好了。